大家好啦，咁喺我手上面就係LG G6 啦，咁我而家喺巴塞隆拿同大家即時報道啦，咁呢部機最大嘅賣點就會用一個 5.7 寸18:9嘅一個 Full Vision 嘅屏幕嘅，咁究竟有咩用一陣講，咁呢部機會用翻一個金屬嘅邊框啦，同埋一個玻璃嘅機背嘅，但係呢個玻璃機背就唔會好似HTC U Ultra 或者 S7S 嗰一種咁亮麗嘅一個玻璃嘅機背，係比較平實一啲嘅，不過指紋都好容易印上去嘅，咁呢部機咧，其實大家見到其實係一個 5.7 寸嘅機，但係其實拎上手咧，其實非常之細嘅。你見到其實我隻手唔係好大咧，其實屏幕70%嘅範圍咧，其實都可以觸及到嘅。咁另外咧，其實佢個 AI 上面咧，其實都有一啲改良嘅，令到嗰個操作更加方便嘅。譬如播放音樂啦，其實上面咧個屏幕上面咧就會變咗一個圖嘅，下面就會變咗一個 control 嘅 panel 咁樣樣。另外呢部機咧，其實嗰個拍攝功能入面咧，都會有啲幾得意嘅嘢嘅，譬如呢個 mesh shot 啦，咁大家睇翻啦，就可以上面個屏幕影一張相啦 ，mesh 翻下面個屏幕影嘅相，變咗你可以做一啲唔同嘅配搭，譬如而家好似嗰個人打排球咁，其實托住一個冬甩咁樣樣，咁呢部機其實而家暫時玩落嗰個 mon 係幾靚嘅，係啦。咁至於真正玩落係點咧，就要等到香港發表先至再同大家詳細玩玩啦。多謝大家收睇。